对了，这个是给你的，本来想在你生辰的时候送给你，一直耽搁到现在。这里面是我配制的草药，你随身携带，这样普通的毒病伤害不到你。我绣的不好，你要不喜欢就算了。既然给我了，那就是我的了。那就好。我从小呢，在女工上做的就不是很好，不过我会努力学习。等治好了你，我们就去游山玩水。